Hallo? Mit dem Teil da wollen wir ja auch so rutschen, Mann. Nun,母亲不能上课啊。我就没有一起出门了。你前天上课不是要上班几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出门。那这样子你就还没吃饭吗？我吃一点，我吃牛排。我先那个再给贴，我去冲。你看，睡衣。